小的黑猩猩呢。嗯，那我们平常看狒狒的地方在哪？就是每次爸爸都看很久，是不是在另外一头？旁边那边是蛇，没有看到蛇，没有去。旁边那边是蛇，我没有看到。旁边那是蛇，我们再去前面一点看别的。我们去前面的窗户看。可以，这是我们在店里抱的哎，好吗？我们在店里抱的，是你抱的，不是我抱的。哦，是我抱的，我是黑的。你是黑的巨蛋，我黑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咬一个树枝。他在搞笑。他在弄那花。这边呢？在这里啊！哎，你过来。好了，拍照。不用了，好了。在这一块。我相机快没电了。你拍好了，传给我就好。好，走了。阿姐。阿姐。阿咪。这个近距离。阿姐。在这儿呢。对啊，就看到他了。你要想拍，你可以拍。他走路好慢啊。